蒋院长在抵达金门的时候，由军防部司令官陪同，深入了各部队跟基层单位以及各乡镇村里，向官兵跟民众们贺捷，并且转达总统关怀的得意。蒋院长还到金门县农会参观，庆祝农民节所举办的农产品成果展览会。至于会场里面所展出的大白菜、萝卜等各种农产品都很感兴趣。蒋院长还巡视了金门战斗营，询问学员们的战地生活情形。